你帮我拯救一下这个手机壳吧，这上面太光秃秃了，丑死了。拯救它可以，但是奶油胶呢？没有的话我拯救不了。那收拾两个。好吧，那既然你东西都拿过来了，我必须帮你做好吧。但是我需要这一个。还要钱啊？哎呀，不是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兔子窝换一下？这个没问题啊。哎，可以，来吧。你别给我作废了啊！这个手机壳买的很贵的。不可能的，作废了我赔你十个。好，我们先围一圈，把它这一个框框给它围住，免得到时候弄到这个上面不好搞。一上来就挤这么炸裂的颜色，像粑粑。我现在用小黄铲给它抹平平。你看这个颜色有多么高调，才能配上我美丽的妈妈。跟你说，做出来绝对惊艳你们。哎，这个白色真的好顺畅啊。可以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上面还得挤边框呢。想啥 ？OK， 可真是累的，我大气都不敢喘了。好，它这个粉色还有一点，我们现在把它白色的边框也给抹一抹。现在它这个已经搞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搞配件。这些小玩意都是我挑出来的极品中的极品。配件一块钱一个，要哪个？刚刚说好的不要钱的啊，你不要在这里敲竹杠啊。那好，那现在已经做好了，拿走吧。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啊？我怎么样子了？我赚的零花钱我有什么错？我上次不是拿了你20块钱吗？我再把20块钱给你行吗？可以。但是你弄不好你还是赔我10个手机壳啊。可以。先来一个小熊。你这个手机壳做好了，到时候要投票的啊。粉丝朋友说好看，我再给你20块钱。他说不好看，你就要给我买10个手机壳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粉丝朋友们一定要给我。现在不许拉票，快点做。小菠萝来一个。压箱底的都拿出来了，40000，怎么样？可以。祝你找到40000啊！40000最抢眼。现在我已经做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值不值20块钱啊。大家觉得艾米做这手机壳好看吗？都打不好看。哎，打好看，省20块钱。打好看，打好看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简直就是美若天人。如果你不要拉票了啊！如果大家给我打好看的话，我每人送他们一个。什么？手机壳？真的假的？假的。这家伙太小气了啊！我给大家送个爱心，记得投票不好看啊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哎，好好看。